那有那意思，我没素质呗。买吧，得了，拉倒，这段别录了，掐了。一直都有人问我锦州烧烤哪家最好吃，这个我真说不上来，但是他家应该有一席之地。今天带赵公子一起看看神味烧烤怎么样？走着。多少年没带我吃好吃的，你也不来，你能怪我吗？以前就是一个小店，不大点儿，现在换成这么大个的了。这一个令海爷吃地摊吃一个星期，干的。进去看看去，走吧。告诉你啥叫别有洞天，带你们看看几个重量级嘉宾来。有你重吗？别，没我重。集体出动吗？就等你了，小龙虾都没敢吃。我的妈，这样的咋的呀？我一口没动这两块大肠。看，这是我手指头，小龙虾，这也太肥，这多少钱一份啊？258。这挺大呀。妈呀，这小龙虾好辣，我就嗦了一下手指头，满嗓子辣味儿。哎，那我不点了，这盆我拿走了啊。哎，这头着呢，走啊走走走走，省着点了吗？200多一份，赶紧找个桌，这个不能端着点菜呀，咱坐那里头得了呗。哎，外头还有人。哎哥，咱们告诉你，咱们有预定了啊。这有预定了，那还有没有这种包房了？那边那桌也预定了吗？对，没有啊。那坐那桌走，多难啊。走，点菜，搁这儿点还是非得上那儿点？还是前面点。好嘞。我的妈，这哪是鸟枪换炮啊，这是鸟枪换火箭呢。这个多少人忙活啊。他里头全是明档的大厨房，以前他家小店的时候就一个烤工自己忙活，现在这么多人。哎呦，哇，这还能唱歌是吗？都谁找我能吃烧烤能唱歌地方来的？这儿有一个啊，咱就仨人，别往这里凑着了，走。我觉得应该把他几个叫来了，这里是吧，连唱歌带玩的。来吧，鸡翅8块钱，尝尝。哎，这鸡翅咋没有辣酱呢？他啥也没放，他家主打就是原味老式烧烤，特别香，你尝尝。烤着还带汁儿呢，以前神味那大哥就搁那里自己搁那烤呢，以前就他自己4张桌，天天满，而且以前就不便宜，我感觉现在更贵了。8块钱一根还行，烧烤类的还是差不多，但有很多以前这玩意都没有的。看这鸡翅多大，看这龙虾多大。谁要的烤大蒜呢？什么烤大蒜？扇贝柱，10块钱一串，别人家没吃过。基本趋近于原味，就是扇贝的香甜。来一个258的大蓝龙，主要是这个是蹭来的，这是。他家烧烤都是嫩的，入味的吗？这种带壳你不用寻思入味，很难入味。我这个可以，所以要蘸汤汁儿。酱香的里口会有点微甜，这辣劲儿会后反上来，辣嘴里特别过瘾，连麻带辣。我现在嘴里被它麻辣的，就有点流哈喇子、咽口水的往回咽那种感觉。羊肉串1.5块一串，他家小店的时候就这个价。天天满，完全老式烧烤的味儿，咸盐少加点味精，再加上孜然辣椒，多余的东西没有。肉小串110块，这小串110块不贵。哎，这好吃，这牛肉小串好吃，带着嚼劲，而且它上面用的是这种大块的辣椒皮儿，吃到嘴里就会特别过瘾。鸡爪筋5块钱一串，鸡爪子上那个根后头那个位置，这个吃就是一个特色部位，别人家基本上很少有。而且也是老式烧烤那种烤法，咸鲜孜然辣椒。羊腱子肉4块钱一串，很嫩，还有羊腱子那种嚼劲，而且也是用大片辣椒籽儿。那这个就是辣椒皮加辣椒籽儿，到嘴里也会很香，后劲儿非常足。咋样，老式烧烤吃过没有？还行，就是整体来说都是比较嫩的哈。它烤的火候非常到位，你看我这手上现在全是抓蓝龙那个酱。我也说了半天了。来吧，你的麻辣牛蛙，那家川菜做的真好。现在很多店都把烧烤跟各种菜系去结合，变成所谓的融合菜或者江湖菜，这个真好吃啊！看着像勾的，吃到嘴里还不糊嘴，味儿还足，麻辣口特别香，这料就能看出来。这饺咋缺一块呢？啊！酸菜猪肉馅饺，这他家以前主打，我就特别乐意吃他家的酸菜饺子，就蘸酸酱，20一份。看这里边都能看出猪肉馅来的，不是那种碎肉的，真香这饺子。尝尝他家黄花鱼，给那他家黄花鱼一绝。赵公子嘴都停下来了，这往嘴里塞。黄花鱼5块钱一条，他家以前想吃这条黄花鱼，你得等40分钟，就一点点在小火上慢烤出来。太嫩了，鲜吗？鲜，又鲜又嫩。小店的时候就5块，现在还是5块。这黄花鱼他家无敌，只有简单的咸鲜口，但就是烤的火候好，看肉还成块，吃到嘴里非常嫩。
这黄花鱼除了脑袋和这主刺啥也别剩，都能吃。还有这玩意，这个内脏别吃，它是苦的。这点感官很好，服务它会给你换骨碟。小店这是完全做不到的，但大店多了一个这服务。我们都不用换，就他得用换。嗯，啊，对他没换是吗？主要是我习惯了把垃圾放到盘子里，那有。这意思是我没素质呗？没吧，得了，拉倒，这段别录了，掐了。哎，他这个底下是冬天能吃点好吗？能自己烤，看这手烤凤爪，最厉害的是火候，它上面没有啥料，它就是简单的烤出来，然后火候特别到位，它就很好吃。手烤完还他妈带汁儿。好了，吃完了啊，张公子还在努力奋斗着。环境的话，那真是比小店升级了天差地别，鸟枪换火箭的感觉。不仅有外边的露营，而且还有唱歌的人。从小店变成一个大店了，人们的心里应该会发生一些变化。小店的时候基本上是两三个人去吃，贵点你不会感觉啥，但是大店还是这个价格，你会感觉贵了。而且小店人们对他的期望值很低，去了不挑服务，不挑任何东西，但是大店你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的。其实味道跟小店没有太大区别，还是最老式的锦州烤法，咸鲜孜然辣椒。川菜我不得不说一下啊，他家川菜的味道是非常棒的，老式羊肉串、全翅、黄花鱼、鸡爪子，这些你就吃吧，依然是老式的味道，非常非常够用，火候控的太好了。你也把这忘了吧，这属实有点慢了，上的我这嘎都总结吃完了，结果他上来自己都忘了点这个了啊，这不是后加的壳。这个不建议你们点啊，吃的特别过瘾，但是它贵。这八呢，扇贝18一个，大扇贝。接着总结，这咋半道又蹦出他俩，我都把他忘了，这我自己点的是吗？是我点的吗？是你点的。哎，三个扇贝，来三个生蚝，但确实挺过瘾，吃真大，特别满足。但是这个是他家后加的品，这个蒜蓉汁儿一般，他家整体的口都是略淡的，更突出食材本身的味道。好了，今天要没钱要脸还能逼逼天，咱们下期见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